今天我将给大家解说的是一段非常沉重的影像，它呢甚至可以被认为是近代史上的最大的人为惨案。这段影像呢是黄河花园口决堤的真实影像，它最终呢是形成了黄泛区，造成了1200万人受灾，390万人流离失所，它还直接造成了80多万人的惨遭溺亡。好，我们现在影像当中看到的一片汪洋，实际上呢是一个个的城镇和村庄，但是因为花园口决堤，这些村庄瞬间被淹没了。我们这段航拍影像呢是美国人拍下的，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的黑点很多是正在呼救的老百姓。然后现在出现在我们画面正中的是正在自救的中国灾民。在今天的解说当中呢，我要一边带大家看影像，一边呢去介绍一下花园口决堤的历史背景。1938年的5月下旬到6月初，徐州失守以后，日军沿陇海路西进，准备夺取郑州，然后进攻武汉。而当时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呢，正在武汉，他在准备迁都重庆。一旦日军攻占了郑州，他们将沿京汉铁路，然后追到蒋介石主力所在的武汉。那样的话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将会猝不及防。在关键时刻呢，蒋介石想到了以水带兵的法子。这个以水带兵啊，顾名思义就是让水代替士兵和日本人战斗。具体呢，就是挖开黄河的河堤，让大水阻止日军的进攻。这个表面看起来是非常讨巧的法子，但实际的代价我们是看到了，整个黄河下游变成了泽国，百姓流离失所。蒋介石一开始呢，也并没有立即决定要以水带兵，但因为日本人进攻的步伐进一步加大，他们在6月6号那天呢，就攻破了开封的城墙。而此时日军离郑州只有100多公里了，一旦日军到了郑州，以水带兵的计划就将没有意义。所以呢，当天晚上蒋介石就电令新八师对黄河进行决堤，而且呢他还一再强调不要有妇人之仁。一开始呢，决堤的地点是选在了赵口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位置，可因为这里的水是平缓，挖开以后呢水流并不大，于是呢他们又将决堤的位置选在了花园口。为了尽快的挖开花园口的堤口，新八师呢是一共派出了2000多名士兵，在经过一晚上的挖掘之后，花园口被打开了，此时水量呢也并不是特别大。但因为上午开始下暴雨，到下午的时候呢，黄河已经被冲出了100多米的口子，奔腾的黄河水咆哮着向下游冲去。当时呢正是夏收季节，黄河下游的百姓正忙着夏收，他们并不知道灾祸已经从天而降了。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，黄河水泛滥之后呢，无数人瞬间被淹死了，有的一家几十口人也瞬间被吞没，无数人的家园在顷刻间化为乌有。看到这个景象之后呢，当时负责狼峰会战的土肥原贤二是非常震惊的。作为日军的指挥官，他当时呢是怎么也没想到蒋介石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我们现在影像当中看到的都是非常幸运的人，因为这时候呢，真正的洪水已经过去了，这些呢，基本都是幸存者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船啊，就是当时营救幸存者的船。然后现在呢，一位救援百姓啊，正在向一个挂在树上的幸存者游去。好，他顺利地游到了幸存者的身边，并且呢，带着他去往救援的船只。我们从这个影像就可以看出啊，这名幸存者呢，显然是体力已经不支了。我们甚至不知道被救援之前啊，他已经抱着树等待了多久了。我们更加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还活着。但是万幸呢，他自己被救下来了。现在我们镜头里的呢，是一位泡在水里的百姓啊，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严肃痛苦，然后他的眼睛呢，一直看向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呢，正是他的农田的方向，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被完全的淹没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影像当中看到的呢，是成群结队的难民去逃难的影像，我们的镜头是抓拍不到他们的眼神的，但是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他们此时是非常的迷茫，他们几乎是没有带东西，因为当时他们的家园啊和物件基本已经被洪水给冲走了。像我们现在影像当中看到的难民啊，在当时是有1000多万的，他们基本呢是跟着大部队走，他们对未来呢是完全迷茫的状态。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标语啊，这个标语呢就是难民所经过的城门口的这个标语，写的是复兴中华。从现在的角度看过去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心痛啊，因为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是很难有希望的。实际上呢，别的不说啊，单就这次的花园口决堤，他们的目的是阻止日本人进攻中国，可实际上呢，这次决堤对日本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小的。当时进入河南的主力日军呢，总共是伤亡了5000人，这个数字呢还包括战斗伤亡的人数，所以呢，实际被水淹死的日军呢，总共只有1000多人，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却被淹了80多万人，这个数字啊，是南京大屠杀的近3倍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驻地官兵在抢险，他们现在能做的其实已经非常少了，因为这时候呢，大洪水是已经过去了，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弥补一些损失和营救一些幸存者。花园口决堤以后，中国形成了29000多平方公里的黄泛区，我们现在影像当中出现的就是黄泛区的画面。而回头看的话，蒋介石之所以做出这种错误的决定，根源也是因为日本人的入侵，这呢也告诉我们，落后是一定会挨打的。最后呢，让我们用一种静默的方式来回看一下影像，让我们铭记历史，铭记复兴中华的使命。